今天特别高兴，因为他带着自己最心爱的玩具小火车一起去上幼儿园了。玩小火车，别碰，别碰，别碰我的小火车！这是我的小火车，是我最喜欢的玩具。猪豆，我可以玩一下小火车吗？我可以把我的积木给你。不会，我就要我的小火车。猪豆，我可以玩小火车吗？别碰我的小火车。哼，不玩就不玩，我有自己的玩具。我想。我出来了，猪兜不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小火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吧，积木小汽车比赛。首先我们需要用积木搭汽车。我喜欢搭汽车。汽车搭好了。不对，球球搭的一点都不好。我的汽车搭好啦。这是我的汽车。为什么我的汽车跑不动呢？球球的动作很快，悠悠、塔塔的汽车都很漂亮。图图，你可以试试再给汽车安两个轮子。现在让我们来开汽车吧，请汽车们都排好队。我是第一个。不对，我才是第一个。请大家排好队，准备好一起出发。准备，出发喽！等等我，快汽车，嘟嘟。我第一，悠悠的小汽车跑得真快呀！再来一次，出发。悠悠、球球、塔塔和图图玩积木小汽车玩得很开心，竹兜也被积木小汽车吸引了。我也要开汽车。开汽车和玩小火车一样好玩。第三次小汽车比赛就要开始了，这一次竹兜也想用积木小汽车参加比赛。塔塔，我能用我的小火车换你的小汽车吗？当然可以。准备，出发。竹兜发现
和好朋友一起分享玩具更开心。